美国的汉堡和炸鸡有超过100个品牌，肯德基、麦当劳连前10都挤不进去。今天开始，你们全是评委，咱们一起做一个炸鸡汉堡江湖榜。第一站呢，就是北美一哥 Chick-fil-A， 这家店经常爆满，让他家出名的那个口号是 Eat more chicken， 多吃点鸡。So I'm looking for some fried chicken. What do you recommend for that? Chicken tenders, or we have the regular Chick-fil-A sandwich. You can also get a milkshake. That looks pretty good. 咱先尝尝他家炸鸡。12块软炸无骨鸡胸，21.4刀啊！对了，这酱料你可千万别错过。最经典的是这五个，必吃的是这个白色和电同名的酱。浅尝一下子吧，有点像肯德基的甜酸酱，但这个带有一股浓郁的烟熏味。蜂蜜野马酱的黄芥末味道很尖锐，甜酸酱像宫爆鸡丁，田园酱有点寡淡，水牛酱有点太咸。既然他家的主打是酱料啊，咱看看这个奶昔里边有没有什么说法。没啥说法。接下来咱们尝尝北美人心目中第一的炸鸡汉堡。这感觉美国炸鸡汉堡都一个熊样啊，一片炸鸡俩酸黄瓜，多一点东西都不舍得放。现在是排名时刻啊，他家炸鸡饭居排行榜第一。炸鸡汉堡江湖榜下次将收录肯德基半饱。我